是澳门。运动天才咧都系训练出嚟嘅，并不是系天生嘅。为咗去验证我呢个理论咧，我亲手去培训我自己嘅两个仔宁愿同宁莫，用十年嘅时间将佢哋培养成为一个优秀嘅选手。最重要嘅就系佢哋喺学业方面能够以优异嘅成绩咧考入美国嘅大学。可以簡稱是一個高爾夫球造星計劃。在第一階段，從他出世到他七歲這一段時間，由於他的身體的發育的特點，就不適宜進行高爾夫球的專項訓練。爸爸媽媽去打球的時候，就帶他們出去，就得到一個潛移默化的影響。手要伸直，左手要伸直，上杆要伸直。好球，開始吧，好球。第二階段，七歲開始正式學習呢個高爾夫球，我哋係一個星期練習一次，每一次半個鐘，就係喺快樂當中咧，去使到佢呢個興趣能夠開始產生，我哋又稱之快樂高爾夫球嘅一個階段。咁第三個階段咧，就喺佢十二歲到十四歲之間。正式進行專項化訓練的階段，每一個星期練習的時間是由之前的6個鐘就增加到15個鐘，在很多的比賽就開始展露頭角。第四個階段已經是進入到冠軍這個水準，他們的訓練的量由之前的15個鐘就增加到20個鐘到25個鐘，由之前每個星期連3日就變成每個星期連6日的時間。到今時今日，他們的這個練習時數其實已經是超過10000個小時，已經是在各級別的比賽裡面取得很好的成績。在這個實行過程當中，其實最困難的就是是否能夠十年如一日能夠堅持到落去。Macao， 其實我開始對高爾夫球咧乜都唔知嘅，因為嗰陣好細個啦，一開始淨係覺得係去玩咁樣咯，以前都係俾人拉住去打。之後可能練練下就個興趣就出咗嚟啦。十二三歲咁樣嘅時候就開始自己中意打。咁我而家就將佢視為係每日都要做嘅嘢，即係一個習慣。阿袁阿望咧。現在已經是優秀的青少年高爾夫球選手，現階段他們最需要進步的地方就是提升他們技術和心理的穩定性。在一個洞裡面，他可能打出比較高的桿數，因為技術的變異導致到他們的成績會受到影響。我覺得我打最好的一場比賽就是一年前在美國的，那陣就從來都未打過一個叫副桿的嘢，
就係打得好好啦，反正越打越順咁樣，打到翻去就打咗我人生打得最好嘅成績啦。我覺得我打得最差嘅一場比賽就係泰國四月嗰陣，我打咗一個高標準十幾杆嘅，我自己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可能係因為自己後尾嘅心態就唔係幾好啦，所以就打得特別差嘅。同組嗰啲就打得好好啊，我唔知係我自己問題定係人哋太勁。第二日唔知點解又打咗個低標準兩杆出嚟喎。投入的時間不夠人哋多，某一方面的技術就比較差，有時都會對高爾夫球有少少討厭嘅，即係唔單止係細個，可能依家都係咁。但係諗下諗下之後，又變翻平時咁啦，繼續啦，冇事，繼續落去。阿哥哥咧就比較文靜一啲，但係佢又比較善於思考。細佬咧就比較樂觀嘅，佢係勇於接受挑戰嘅。對哥哥咧，我就會用一種互相交流嘅方式咧，去對佢進行訓練。對細佬咧，就以鼓勵為主，提高佢嘅訓練嘅積極性。哎哇！哎呀 ，ego 啊，呢個嘢。請啦，老細。哎呀，入咗添。哥哥。射佢兩彈，唔射，好難先有機會俾你射嘅喎。多謝。我一開頭就對高爾夫球冇咩感覺，因為都係爸爸帶我過嚟啦。因為我打比賽嗰陣咧，就覺得好刺激、好過癮。之後再認識埋啲朋友啊，咁樣一齊傾下偈，仲開心，所以我之後就越嚟越中意高爾夫球。爸爸就幾耐心教我哋啦，雖然我同我哥哥有時候都會唔聽佢教，但係佢都會繼續同我哋講啦。有時可能就係已經進步到一個好難進步嘅地方，咁我自己都會打下比賽，睇下人哋打得好嗰啲係點樣處理嗰啲球位咁樣。我本身就是澳門理工學院的教授，我做這個實驗，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將他們訓練的點點滴滴就記載下來，這樣做一個數據的分析。經過長時間的練習，每一個人進行運動訓練的話，做好打持久戰的一個心理準備，都有機會成為一個運動的天才。哎呀，一杆就中啊！哦，一杆就中啊！哈哈，好运啊！哎呀，又一杆就中，你真系，犀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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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杆就中啊！系咩？好啦，咁啱先就发生咗一个千年难得一遇嘅一杆入洞啦。咁我自己反正啊，啱先就睇唔到个波嘅，我就系、是。爹哋講，我先知道嘅，非常之興奮嘅，因為我對上一次咧係喺2016年，啱啱14歲。啊，零元，2016年2月28日，啊，一杆一洞。Oh, this is a big one。嗰陣第一次，所以嗰陣興奮少少，依家試過啦，第二次都係好興奮，但係。咁一杆入洞，咁可能就唔係你話有技術就打到出嚟嘅。即係好大一部分都係運氣啦。咁可能職業球手易打啲，因為佢哋技術好啊嘛。咁可能我哋對於我哋業餘球手嚟講，
我哋打高尔夫洞嘅機會可能就係幾廿萬分之一咁樣咯，所以呢個係一件好難得嘅事，我仲要試過兩次添。傳統上嚟講咧，玩體育嘅人咧，讀書咧就會爭啲嘅。但係經過我哋嘅研究，體育同學業之間咧，佢並不是係矛盾。事實證明咧，喺過去咁多年，阿袁阿望嘅讀書亦係喺班上咧排喺前面嘅。咁我一轉到新學校啦，語言溝通咧就係、是、有少少問題，因為我以前間學校就係全中文，但我轉到呢度就全英文，除咗中文堂之外，同埋有啲新同學我唔係咁熟悉啦，所以就溝通上面就有啲麻煩。Last year when he moved to my class as a first year student, he seems to lack a bit of confidence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But eventually was able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s. For mathematics wise, when it comes to computation skill, he's very confident. And he will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s, assess the problem by himself with the help of the teacher or the friends. Even though he may have barrier in the language skill of that year, but he's a great mentor to the friends. So I use him as a mentor to help those who are weak in mathematics. And he did a great job.阿袁阿望从朝早咧八点钟就翻学，就到下昼四点钟到落课之后咧，就直接进行呢个训练嘅。从四点咧就练到七点钟，每一日咧基本上都系屋企、学校、球场咁嘅生活。最重要都系。時間分配的問題，可能在這一方面就要犧牲少少自己休息的時間，這樣可能人家一放學四點幾就回家做功課，我可能要練波練到七八點才回家教完嘢，先九點鐘先做功課，已經沒了成四五個鐘，要做快一點，自律少少，還有可能睡少一點，沒人睡得那麼多，不過無所謂都想同人哋唔同，咁就咁自己要努力啲啦。林丹妮，不健康的徐伟也跟林丹妮很亲。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说，那你质疑你不幸福跟不健康的？我对宁愿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两眼就是发直，然后嘴巴张的大大的、开开的，然后看起来是一个很朴实、很憨厚的小孩。他的性格我觉得就是比较内敛一点，然后什么事情他都比较放心里，可是又想要表现出那种潇洒的那种感觉。其实呢，我承认呢，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呢一不开心呢就成日都在想嘢，想，不过有时好啲同学都会好好心咁过嚟同我讲呢鼓勵的說話，屋企人都支持，咁令我可以繼續堅持下去。那他剛轉來這個語言環境是陌生的，所以他英文方面他可能就是比較跟不上，所以必須要再多一點的努力這樣子。有一次我就發現他在桌上就是會有一些那種念英文單字的書，那可见就是他很抓紧时间，在平常只要有空的时候，他就要赶快练习他的英文。因为我们知道兼顾学业跟课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他必须要多一点心思，或是多一点力气，花费在他觉得更需要的地方。
噎下先。耶！犀利。其实高尔夫球咧，系令到我同两个仔咧系更加多嘅话题嘅，因为有相同嘅爱好。咁我哋喺一齐打球，参加比赛，其乐融融。家长带佢哋参加比赛咧，要帮佢哋安排呢个住食衣行，使到佢哋安心去进行呢个比赛。我细个嘅时候，我哋就又系对手啦，又系朋友咁样啦，即系大家打唔好嘅时候都彼此鼓励对方。哇！犀利，真系俾佢佢我话 O B 俾佢搞到个79骨出嚟啊！快啲食一啖，快啲食一啖，哥哥。我同哥哥中午饭都系一起食嘅，爸爸唔喺度啦。我有时打唔好都会问下佢应该点改，同埋有时候自己出去比赛，佢都几照顾我。之前我哋两个自己出去打比赛啦，之后佢就好似爸爸咁样，啲行李啊、嗰啲 book 车嗰啲啊、酒店嗰啲，佢都帮我搞好晒。之後我負責專心做我要嘅嘢就得啦。之後我同佢都打得唔錯。作为澳门理工学院的教授，这个计划的目标对我来说是一项研究项目，对愿望来说是他们成才的一个过程。我期望在完成十年的这个研究之后，会将研究的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因為澳門我見到都係比較少有青少年接觸高爾夫球呢樣嘢啦。數數埋埋，我哋澳門應該五個人都冇。我同我哥哥就係其中兩個人，所以我覺得我哋好幸運咯。咁平時因為我要練波，所以我都唔會出去同啲同學玩噶啦。啲時間基本上用曬，即係剩低嗰啲就係我嚟温習。可惜可惜噶啦，但係我知道。成功的人會比人更加努力嘛。透過呢樣運動，又可以令到我多咗一樣興趣，可能認識到更加唔同嘅人，又可以幫我入到好大學。做唔做職業球手呢樣嘢咧？咁諗咧，就係有諗過啦。咁但係呢啲都係順其自然啦。可能讀大學嘅時候打得好啊，就會更加一步考慮咁。可能打唔好嘅話，就喺間大學讀完之後出嚟都可以揾到一份好好嘅工作。这个计划本身有两个目标，一个呢就是高尔夫球的专长的培养，另外一个呢就是学业的培养。如果能够做到这两个方面，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成功的一部分。